电站呼叫小马，感受到我们深深的思念了吗？明天等你回来一起 BBQ。 收到收到，老哥记得牌面搞起来啊。这回带钥匙了没？别又像上次那样。你说钥匙啊，放心吧，连你那串都带着呢。看路啊，前面前面前面，又是脚印，我小马怎么会被这种老问题给困住呢？看好了，左开右开，哎，就是压不着压不着。小马悠着点，千万小心啊，收到请回复。收不住了。什么？这个信号塔什么时候建的？上次来还没有呢。小马，信号返回舱没？没事儿，这回怕是地球人都知道我又闯祸了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嘿嘿，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，只要我跳得够高，就不怕找不到信号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没了。哎呀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信号，我来啦！嘿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哎，又没了。哎，脚印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哎呀，幸亏我练过瑜伽。行啊，这么找信号应该比找外星人还难。哎，信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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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，能不能回去就靠你了。去吧，朋友。哇，好美的彗星，拍下来给小马看看。啊，去你的吧，没辙了。哎，辙。有辙了。这么大总该能看见了吧，也就我能想得出来。搜，哎呀，搜什么嘛，拍个照看看。哎哎，我的手机。哎哎，难道我要在月球养老了吗？那是什么？哎，这不是华为 Mate 50 Pro 吗？这都没碎，不愧是昆仑玻璃。连上卫星发消息，北斗卫星消息，没有信号也可以。真的发出去了。哦耶，我早就说了，人生嘛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泄气。请及时处理。不是吧，我刚说完不泄气你就开始泄气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哪儿漏气啊？根本看不见呀。宇航服氧气含量即将耗尽。畏惧，超级畏惧。小样，你再小也能找到你。嘿，堵上了。哎，宇航服氧气含量即将耗尽。又来。冷静冷静，没事，我还有手机。不是吧，这个时候没电。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自动收氧机，一步一步走过去。哎，应急模式竟然可以扫码，我扫。哎，会不会有再来一瓶？哎，小马，我的华为 Mate 50 Pro 呢？